你怎么了啦? 你干嘛啦? 没干嘛? 你怎么了? 你走吧。 真的走啊。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? 什么意思啊? 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? 我没有不喜欢他啊。 所以你很喜欢他吗? 我就是上大学交男朋友啊，这很正常吧？ 你明明可以很特别，为什么要跟大家一样？ 上大学就是会交男朋友啊。 那我呢? 你也会找到一个喜欢你的人啊。 你也喜欢他，然后他陪你。 没事啦。 真的要走咯，我来不及了。其实，友情跟爱情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对不起啦，拜拜。